菜鸟大卡关，幸福老鸟公开绝招。我男朋友他就是吵架的时候，他就会说我要去找前女友了，拜拜。可以直接讲、喔、这么过分？对，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加一个群组，前任也要有群组、喔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然后前女友说没有想跟你吃饭，直接退群。这种男生你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他的女友，因为他永远去找前女友，你跟他分手他就回来找我，你要当他的前女友才对。他是前女友啊！今天晚间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之俗语家务事》。